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金仔，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今天这一讲呢，我们要来开始讨论供给行为哦。刚刚在前一讲前言的时候，我们有说过要谈供给呢，告诉厂商的供给行为之前呢，我们现在了解厂商的生产行为。所以在这一讲里面呢，今天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就要来谈生产函数哦，我们就要来谈生产函数哦。什么是生产函数呢？哦，生产函数呢，讨论的是生产要素跟产出之间的一个变动关系。哦，我们前面有讲说，在不同的产业里面呢，哦，可能技术不一样，哦，各种产业它可能有不同的过去的惯习啊等等，情况不大一样，所以各个产业呢，各个厂商呢，可能你的那个生产要素呢，跟产出之间的关系呢，可能都不大一样。可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拿出一个一般性的架构来讨论说，诶，我们要理解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厂商的生产的行为的时候呢，哦，生产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要掌握哪些要素。所以呢，生产函数这个东西呢，就是帮助我们来理解说，诶，我要 catch 哪些重要的事情。哦，所以我们说生产函数呢，如果你可以 catch 的话，通常我们在经济学里面呢，我们会 catch 两个最基本的东西，一个是生产要素，然后另外一个是产出，哦，两个之间的关系，然后用一个数学式来表达。可是呢，当我们用这个数学式来表达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用一个函数形态来表达，我们没有更进一步的去细讲说，诶，所以这些生产要素呢，它投入不同的值的时候呢，它会怎么样变换成产出？我们不谈这个东西，因为不同的产业呢，状况可能都不大一样，可是你知道你可以用一个这个生产函数呢，来掌握一个一般性的架构。你知道当我们在谈生产的时候呢，我们讨论是什么东西？生产要素跟产出之间的关系。齁，生产要素呢跟产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生产函数呢，实际上具体长什么样子呢？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厂商，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呢，情况都会不大一样，可是我们至少知道我们在讨论生产的时候，我们要掌握这两个东西哦，生产要素跟产出。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那生产要素有哪些？有哪些是你需要 catch 的？哦，在经济学里面呢，我们讲生产要素，我列了一大堆的变数，可是事实上呢，生产要素真正要掌握的其实就三个东西哦。第一个，劳动投入哦，我们用 L 来表示。那第二个呢？固定资本投入哦，我们用 K 来表示。那另外一个呢，第三个呢，技术哦，我们用 A 来表示。所以呢，生产函数呢，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一般性的架构。再说呢，劳动、固定资本以及技术和产出之间的关系。那我再重复一下，各个不同的产业、各个不同厂商，他们这个情况可能不大一样。哦，然后呢，你要了解不同产业，他们这个情况不大一样呢，你可能要具体到每个产业里面去细究。那通常呢，你可能可以透过大量的资料，哦，比如像我们研究团队里面呢，也有在谈这个问题，哦，透过大量资料，不同的产业，比如像文化产业啊，哦，电影业啊，哦，电影业是文化产业的一支，哦，电影业啊，哦，或者是那个音乐产业啊，哦，办演唱会，他们的这个会是怎么一回事？哦，我们有大量的资料的话呢，哦，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他们的过去的劳动投入的资料、资本投入的资料，然后去掌握他们的生产函数会长怎么样，不同产业情况会不大一样。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一般性的架构，至少我们知道劳动投入、资本投入跟技术跟这个产出呢有一般性的关系。当你在讨论供给决策的时候，厂商供给决策一定要知道说他们后面有个成本的考虑，成本后面呢是来自于这个生产函数，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哦，那我们现在再继续进一步来细讲哦。我们当我们讨论劳动，当我们讨论资本，当我们讨论技术的时候，那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呢？哦，好，我们讨论生产要素呢，有分劳动、资本跟技术哦。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细讲说，哎，这三个东西呢，它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哦？首先呢，哦，我们讨论说这里面有资本哦，资本是什么呢？资本是机器设备哦，机器设备哦。资本呢，机器设备呢，是你在生产过程之中呢，吼，所用到的这个生产要素，也就是你的投入。那很多初学者在这个地方呢，会犯一个错误，是说，哎，你把这个资本呢，吼，这个机器设备的这个量呢，跟投资混在一起。
我要跟大家说，在生产过程之中呢，你的生产要素，也就是说你的投入的这个资源呢，这个在资本的这个部分呢，它不是投资，它不是投资，怎么说呢？投资是什么？用白话来说，投资就是你今年所买的机器设备的量，今年所买的机器设备的量叫做投资。可是你想想看，在工厂生产的时候呢，在工厂生产的时候，你所用到的生产投入，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你所用到的机器设备是不是一定是今年买的？通常不是嘛，对不对？你不会今年买的机器设备然后只用到今年用完明年就把它丢掉啦，没这回事啊，对不对？你用的这个机器设备，你可能用今年买的、去年买的、前年买的，或甚至更早以前就建置在那边机器设备，你会一直用下去。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生产生产函数的时候，它表达是生产要素跟产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生产要素讲的是你的生产投入，你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你用到了什么样的资源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资本的时候，你不会只讲到说用到今年的资源，你会讲说你现在所用到的所有机器设备的资源。那这个机器设备的资源呢，包括你今年买的、去年买的、前年买的或更早以前的时候买的所有的机器设备，所以你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机器设备呢，是你现在在你的工厂里面呢，或是你的公司里面的所有资本的存量。这个存量是来自于每年、每年、每年、每年，买的机器设备所累积起来的量。那可是你就说，不对啊，这个机器设备我不会说，比方二十年前买、三十年前买，到现在还在用啊，所以这里面有个那个什么折旧的问题，有个折旧，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机器设备呢，你在生产过程中所用到的所有机器设备是你这个资本的存量，而资本的存量呢，是由你历年的投资，所决定的。你每年每年买机器，当然你每年每年买机器设备的时候呢，你每年每年也都会汰旧一些机器设备，你有些机器设备呢，你用用就旧了，每年会固定的去折旧，可能有个机器设备你用了十年就差不多，我们说每年每年它都会有一些耗损嘛，有一些耗损，或它就是变旧了，变旧了，变的过时的，不大能用十年以后，你就要把它汰旧、汰换掉啊，所以你可能折旧折个十年就没了，所以你的这个生产过程之中呢，你的这个工厂的机器设备或是资本的这个存量呢，其实取决于你的投资，投资就是每年流进来的量，每年新添购的机器设备，还包括你的流出，每年的折旧的这个量，每年流进每年流出，那可是呢你在工厂里面呢所使用的机器设备呢，不会只有今年流进的量，不会只有今年流进，会有这样子累积下来的这个量，所以我们说呢，你所使用的这个在谈生产函数的时候呢，里面所谈的这个资本的投入呢，不会等于投资，不会等于投资，是投资跟折旧呢决定你的资本的存量所用的所有的机器设备。好，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劳动投入的部分，劳动投入的部分，你要生产你一定要有人来做事情，人来做事情，所以也有劳动投入。那劳动投入呢，通常算的呢，你可能可以算，有多少人工，多少人数进来这个生产的过程。你可能比方生产一件一台车，你可能要用到100个工人，之类的，那可是呢，有时候说有些时候用这个人工呢，可能不精确，因为每个人工作的怎么样天数可能不大一样嘛。你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两间工厂，有一间工厂呢，每个人呢每天A 工厂呢一个月，同样都是雇30个员工 ，B 也是雇30员工，可是 A 工厂这30员工呢，30天都在工作 ，B 工厂呢，有固定都有休假，他可能只工作20天，所以他们的投入状况会不一样，那可是呢，话说回来，这个投入30天的他们可能每天都工作4小时，另外一个投入20天的每天工作做满8小时，所以如果要仔细细算的话呢，有些时候劳动投入呢，我们会更细算到工时啦，就是说到底你在生产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你投入多少的总工时，投入了多少总工时，这是你的第二个，第二个这个生产要素，第二种生产要素。那第三种生产要素呢，当然就是我们在讲就是技术啦，就是你在生产过程中呢，你组合了这个不同的机器设备，组合了这个不同的劳动，那当然还有第三块就是你的技术的投入嘛。你可能在这里面呢，用了很多新的技术，那有些时候有些人会把这个技术这个什么附加在这个机器设备上面。你买了新的机器设备的时候呢，可能你还要付什么，付这个什么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技术的费用，因为这是机器设备，然后这个机器设备呢，它可能有用了一些新的技术，那这个机器设备要这个新的技术要付这个技术授权费给生产的公司啊，哦，所以这一样是你的投入啊，你用了不同的技术啊，你在决定生产过程之中，你是老板，你在决定生产过程中，你可能要决定，哎，我到底要不要付这笔技术的授权的费用，哦，要不要用这技术，还是我就用比较旧的机器设备，不需要去付这个技术授权费用？那有些时候呢，就付在这个劳动上面嘛，哦，有时候付在劳动上面，你可能请那个一些比较技术人员进来，哦，技术人员进来，那当然有些时候是纯粹是管理的技术，哦，管理就如何去组织这些资本跟劳动，哦，如何组织这些资本跟劳动，让他们生产效率更高，哦，所以这个技术呢，哦，也是生产投入的一部分，哦，不过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像我们刚刚讨论这个技术呢，是讨论如何有效的组织资本跟劳动，啊，造成比较有效率的这个产出，而有些时候这个技术呢，它会以一种函数形态的方式来表达在生产函数里面，它可能在表达就是说，哎，你这个投入资本跟投入劳动，哦，本来可能当资本跟劳动都增加一倍的时候呢，哦，整个产出呢只增加 maybe 0.8 倍，技术进步以后呢，哦，变成是都可以增加一倍，哦，诸如此类，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哦，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谈生产要素的时候呢，会谈说这个生产函数里，哦，这个生产函数呢是描述这个什么，描述生产要素投入的量跟产出之间的关系。可是呢，你可能会有疑惑说，哎，这个我在工厂在生产东西的时候，投入在生产过程中，不止机器设备，不止劳动，不止技术，啊，不是还有原物料吗？啊，原物料为什么我们没有再算到里面去？哦，原物料为什么没有算到里面去？比如像说我们在讲说面包工厂，面包工厂它不是从零开始，它有原物料，有面粉啊，对不对？有这些东西啊，面粉是从小麦来的啊。哦，啊，怎么会我们这里面没有看到原物料呢？我们讲生产投入，讲生产要素，只有讲哦生产面包机器啊跟劳动者哦。劳动的投入，然后还有这个做面包的技术齁，那个组织这些工人的这些管理的技术，我们只要讲这种，为什么没有讲说这个投入的原物料，像面粉像小麦这些东西。哦，那是因为我们经济学在讨论产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讨论附加价值。哦，我们只讨论附加价值，因为我们只讨论附加价值呢，哦，所以我们就没有把原物料列进生产因素。也就是说什么叫做附加价值，哦，当我们在谈生产函数的时候呢，我们谈的这个产出谈的是附加价值。附加价值的意思是指这个样子，哦，比如像想象说你今天，哦，有一个电脑的组装厂，哦，你有个电脑组装厂，那这个电脑组装厂呢，哦，它每年呢，哦，比如像它产出，哦，举例来说一万台电脑，哦，一万台电脑，那一万台电脑呢，一台电脑呢，你可以想象说，诶，它今天卖多少，卖3万块钱，所以它每年的产出呢是一万台电脑乘上三万，每台电脑3万块的价钱，所以是多少？是3亿的产出哦，三亿产出。可是话说回来，这个组装厂呢，它其实不是从零开始生产电脑，然后它是什么？买一堆零件回来把它组装起来而已，比如它买 CPU， 它买主机板，它买记忆体，把它组装成一个电脑。那你可以说，哎，这间厂商，这间电脑装配厂，它每年的贡献就是3亿吗？就是这1万台电脑吗？好像也说不大对呢。它只是组装厂呀 ，CPU 也不是它生产的，然后主机板也不是它生产的，哦，然后这些记忆体零配件都不是它生产的，它只是把人家组装起来。所以你说它创造它的生产，它的生产活动创造出了这个三万台那个。一万台电脑乘上3万，等于3亿的这个价值吗？好像说起来也怪怪的啊。他真正创造出来的价值是多少？想象说他买 CPU， 他买主机板，他买记忆体，他买硬碟等等的这些零配件的费用花了25000块，他最后卖出去电脑是3万块，他其实真正在这个活动里面创造价值只有5000而已啊。哦，所以如此一来，他的真正的这个生产活动里面呢，他真正的贡献其实是5000乘以1万台，也就是5000万。它真正的贡献其实是5000万，哦，所以我们不能算它真正的贡献是3亿，我们只能算它真正的贡献是5000万。那这个所谓的5000万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附加价值。它在整个过程里面的整个生产活动里面呢，哦，它把2亿5000万的东西 ，CPU、主机板、记忆体、硬碟等等这些零配件，变成了3亿元东西的价值。那它额外增加的这个价值就是这个5000万的这个价，这个叫做附加价值。那这个附加价值怎么来？因为它投入了劳动投入，找一堆人来
来投入那资本，它里面有这些机器哦设备，然后还有技术，还有一些 know how 哦管理的 know how 哦 maybe 是技术的 know how 技术的那个里面有技术人员或者劳动，有些技术上的 know how 啊，机器设备呢有些要付授权费给人家，有些新技术的这个机器，它里面有些东西，它透过这些东西把这个价值呢从2亿5千万变到3亿去，这个才是这间电脑组装厂它真正创造的这个价值哦，附加价值。那因为我们东西，所以我们在生产要素投入里面呢，我们就不看原物料，因为原物料我们今天把它剪掉哦，我们就把它剪掉。那生产函数呢，就是表达这个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技术的投入呢，跟这个 Q 产出，那这个产出呢是附加价值之间的关系哦，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要怎样来用图来表达这样的一个关系呢？这样一个生产函数的关系呢？哦，我们想想看，如果今天是两个变数的时候，我们怎么表达？假设 L 跟 K 啊，不管 A， 我们是这样表达嘛，对不对？用个 3D 的图来表达它。可是事实上这里面还有 A 啊，如果你要把 A 放进去的话，哇，没有办法来表示它了哦，这个变得很困难，不好表示。那不过呢，我们在一开始数学课的时候有讲过，通常你碰到的各样各式各样的关系，它们其实是多个变数对一个哦应变数之间的关系，哈，一个应变数之间的关系。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见得要关心所有这些变数哦，对应变数的关系。有些时候我们只会关注到其中一个变数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用一个 2D 的图来表示嘛。好，哦，啊，在这个比较初阶的经济学课程之中呢，我们通常呢会只关心劳动跟产出之间的关系，劳动投入跟产出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个 2D 图来表示。可是你会跟我说，哎，可是 K 跟 A 也影响这个产出啊。那想想看，我们在讨论这个什么？当我们在讨论这个如何在 3D 的图，或者说如何在 2D 的图里面呢，表达各种复杂，如果在 2D 的图里面表达各种复杂关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怎么表达？如果我们真正有兴趣的是 L 跟 Q 的关系，我们会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嘛，对不对？我们会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把它画出来，我们假设如果 K 等于10的时候呢， L 跟 Q 有这样的关系，哦，啊，我这边没有写 A，哦，因为有些时候在谈生产函数，在比较基础的课程里面，我们会把 A 呢，哦，当成是这个生产函数的一块，哦，当然是生产函数的一部分，哦，就它表达 L 跟 K 怎么样形塑成产出，或者说我就可能就不讨论 A 啦，方便简化，哦，所以简化它。所以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这个 2D 的图里面表达了，假设说我不讨论 A 哈，简化它 L 跟 K 跟 Q 之间的关系，我可以画出一条红色线啊，这个红色线表示 K 等于10的状况 ，K 等于10的情况下呢 ，L 跟 Q 的关系，蓝色的线呢表示 K 等于20的时候呢 ，L 跟 Q 的关系，我用一个 2D 的图来表达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关系式。那为什么我要选择讨论 L 跟 Q 的关系哦，而不讨论 K 跟 Q 的关系呢？这件事情不是随意乱选择的哦，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那，哦，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怎么一回事呢？因为我们当我们讨论生产决策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常常分长期跟短期来讨论。那，啊，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哦，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什么意思？哦，当我们讨论短期的决策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说，比如像今年，哦，今年，然后你在决定说这个月产量是多少，下个月产量是多少，下下个月产量是多少。那在今年当你决定这个月产量应该多少，下个月产量应该是多少，下下个月产量应该是多少的时候，你是有一些生产要素你不能做调整的。什么意思？比如像当你在决定这个月产量是多少，下个月产量是多少，下下个月产量是多少，你手上能够用的牌呢，通常是只有调整劳动投入啊。比如像，欸，下个月有大单来，就叫多交点那个工人。哦，多交点工人，然后多叫员工，公司员工找他们亲朋好友一起来帮忙弄。啊，你可以买机器设备来应付这个大单吗？可能也可以，不过机器设备买来以后呢，哦，你知道有些工厂机器设备要建制，可能要花上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哦，可能会花上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啊。你决定说，哎，今天要买这个机器设备，然后呢，等到整个程序弄完，然后再去买，然后再回来建制，搞不好都一年过了以后，哦，所以当你在做这个月决定这个月生产多少，下个月生产多少，下下个月生产多少的时候呢？你有些生产要素是不能够做调整的，哦，所以你这时候是确实可以把这些生产要素呢当成是常数，哦，当成是它不变的情况下，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说你突然下个月接到一个急单，你决定呢
多用一些劳动投入来增加产出，这个时候你不大能够调整资本投入。资本投入那这个时候是固定的哦，这个时候是固定的哦，不能动的哦。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叫做短期的生产决策。短期的时候呢，只有劳动投入可调整，劳动投入通常比较好调整嘛。你可能找人说，哎，我说劳动投入算什么？工时，你就叫大家哎，今天加个班，明天加个班，后天加个班，来应付这个急单，你可以调整劳动投入。那因为可以调，只可以调整劳动投入，可是这个时候呢，资本投入 K 是不能够做调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叫做短期的决策，只可以调整 LK 是不能够调整的。那因为 L 呢比较怎么讲，比较弹性，比较 flexible， 所以通常我们说 L 呢是变动的生产要素哦，变动的生产要素。那当我们讨论长期的生产决策的时候，就是在讲说，哎，你在决定说下一年要生产多少量。下一年平均来说要生产多少？当你在想说下一年平均来说要生产多少量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机器设备的问题啦。你决定明年要增加产量，所以我决定多建置一个工厂，哦，多添购一批机器设备。那今年开始做决定，然后明年这个东西就到位嘛，对不对？所以在长期的时候，如果你在讨论的是明年要生产多少，后年要生产多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 L 跟 K 都可以调整，哦 ，L 跟 K 都可以调整啊。如果我们把技术考虑进来的时候，哎，这个技术呢也是在长期的决策里面哦，技术也是短期的时候不大能够调整的嘛。哦，你现在这个脑袋有的那个管理的 know how 哦，技术上的 know how 哦，如果你要新增加技术的 know how， 你要花钱花时间下去学啊，学会可能也是一两年以后啊，对不对？所以当你决定要今年要增加产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改变你这个脑袋里面的这些 know how， 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技术投入啊，哦，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东西。你唯一能够改变就是，哎，多找人来大家加加班，盯起来把产出弄出来，或者说今年如果没有单了，就只好请大家放无薪假了，类似像这样的情况。然后，所以 L 比较可以调整 ，K 在短期的时候是不能调整，而长期的时候呢，所有东西 L、K 跟 A 哦都可以调整，所以我们会称 K 这个东西，哦，资本投入这个东西或技术投入这个东西，哦，称它们叫做固定的生产要素。在这门，哦，比较入门的经济学课程中，我们通常是讨论短期的生产决策，也就是说 L 可以变动的情况下，厂商应该如何做决策。我们讨论这个东西，讨论短期决策时都会固定 K， 讨论 L 的变动对生产造成之影响。哦，所以在我们这堂这个比较基础的经济学的课程之中呢，哦，我们不会去讨论 L 跟 K 同时会变动的情况，那个会比较复杂。哦，我们都会讨论 K 在固定的情况下呢，讨论 L 的变动对生产造成影响。所以讨论的是多半来说我们都在讨论短期的生产决策。哦，那我们刚刚呢，哦，讨论这个什么讨论的这个生产函数呢，讲的是生产的要素，哦，L 的投入、 K 的投入跟 A 的投入呢，哦，还有这个总产出的这些关系。我们这个产出呢，哦，产出的关系呢，哦，是附加价值。可是这个附加价值是总产出，总的附加价值的产出。比如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电脑组装厂的 case 啊，哦，我们刚刚讲那个电脑组装厂 case 是说，哦，你创造出了，哦，5000万的附加价值，哦，你创造出了今年一年的创造出了5000万的附加价值，是总的5000万的那个附加价值。所以我们刚刚讨论这个生产函数的是生产要素呢跟总产出总的附加价值之间的关系。哦，那除此之外呢，通常我们除了讨论的那个总生产力，哦，总的附加价值的这个事情外呢，其实一般来说呢，我们也会讨论平均生产力，哦，average production 跟这个边际生产力，哦，marginal production 这两件事情。那什么是平均生产力呢？哦，平均生产力的定义呢，哦，是TP 除以 L， 哦，也就是说，想象你刚刚的那个电脑组装厂的那个例子，这个电脑组装厂呢，一年创造出了5000万的这个附加价值，哦，它把2亿5000万的这个什么呢？这个电脑的零组件 CPU 主机板记忆体呢，变成3亿元出去的可以用的电脑，它多创造了5000万的附加价值。那这个5000万的附加价值是由几个劳动力来的？哦，可能是100个劳动力，那你把这个5000万呢除以100，哦，5000万呢除以100得到什么？50万。啊，这个50万呢，哦，就是这个平均每个工人呢在这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多创造50万的这个附加价值，哦，多创造50万的附加价值。所以这个平均生产力呢，我们讨论的是这个东西总产量，哦，总的产出呢除以这个劳动投入。啊，我们刚用的例子是多少的员工数。那有些时候你不见得用员工数啦，有些时候你可以用
工时，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生产函数的投入呢，不见得用人工嘛，有些时候你用工时计算，那讨论就是平均每工时创造多少附加价值，你用每工时创造多少附加价值，或者每工人创造附加多少附加价值都可以，这个就是平均生产力的概念。那什么是边际生产力的概念呢？边际生产力呢， marginal production， 简称 MP。我们在经济学这门课里面呢，谈到很多边际的概念，比如像我们在上一部分呢讲需求的时候，我们讲到边际效用。什么叫边际效用？边际效用就是说，你每多吃一个东西，每多买一个东西，每多，比如像我们上次讲高铁里，你多用一个这个服务，台北到高雄这个高铁的这个服务，多额外增加的，多额外多带给你的这个效用或爽度。所以边际是什么？你每多做一件事情所额外多带给你的这个好处，那边际生产力在这边呢也是一样的概念。它讲的是什么呢？当你每多增加一个劳动投入的时候呢，你总产量会多增加多少，多增加多少，所以这个底 TP， 这个底是变动的意思，这个小三角形念底，底 L 也是 L 变动的意思。所以它就是说什么呢？它就是说，当你每多增加一个劳动投入的时候，可能是工人，可能是工时，总产量会增加多少？那你当然会说，有些时候我增加产量的手段不见得只有多增加劳动投入啦，我可能也增加资本投入啦。可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短期决策。短期的时候呢，资本 K 是固定的，你不可以动它，你也没有办法动它。在实务上也是，你在想的是下个月要多增加多少产出。你也可以买机器设备啊，只是机器设备买来是明年的事情啊。今年机器设备的量还是在那边是固定的。你比较能够有把握的手段是找大家来加班嘛。不过加班的时候不要忘记付加班费哦。不要忘记付加班费。找大家来加班，然后增加劳动，增加产出。所以我们呢在谈边际生产力的时候，在短期的时候呢，我们 K 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只讨论增加劳工数对产出的变动影响是多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稍微把这个生产数呢用图形把它画出来。然后一般来说呢，我们说呢，虽然我不同的产业技术的条件那个他们的惯习等等的状况会不一样，导致那个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呢，不过一般来说这个劳动投入跟产出呢，可能大致上如果你把这个关系画下来的话呢，可能都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可能都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们把这个生产函数画出来，可能是类似这个样子。那这个东西呢，后面代表什么意思呢？我这个东西不是随便乱画的哦。我这个画是有所本的，它里面有表示一些什么意涵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东西呢。它这个是总 TP， 这个总生产力，它这个东西呢有什么样隐含的？你的边际生产力长什么样子？我们说边际生产力是什么？再回来看一下。边际生产力呢 ，MP 它是总产量的变动除以劳工数的变动，也就是说，平均来说，当你每增加一单位劳工数的时候，你的总产量会增加多少？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当你每增加一单位劳动的时候，产出会增加多少？如果我今天产出我今天的产出非常非常多，而我劳动投入细算到工时，它讲就是每增加一单位总工，每增加一单位工时，每或者总工时每增加一单位的时候，产出变动会如何？这个工时的那个什么量就很大啦，所以每增加一单位工时等于在整个生产数来说算是极微小的变动。每增加一单位工时的时候呢，每增加一单位工时产出增加变动多少？这是什么概念？这个就是微分的概念。所以说呢，这个是微分的概念。那所以如果说这是微分的概念，它表示什么？它表示说边际生产力呢，实际上是这个总生产力的这个函数的斜率。总生产力的这个函数的斜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总生产函数的斜率怎么样变化？本来比较平坦，慢慢的越来越陡，慢慢的又变成平坦，然后变成是负的。变成是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边际生产力呢，它表示这个总生产力的这个函数的斜率嘛。刚开始比较平坦，后来变得越来越陡，陡了以后就开始平坦，慢慢的变成在负的，变成在负的。那我说我这个东西不是随便乱画的，根据在于这个边际生产力。
因为有个叫做边际生产力递减率这件事情，这个我们在下一讲会仔细细讲，有个边际生产力递减的这个事情哦，所以我会画出说这个总生产力的这个函数呢，劳动投入跟产出之间关系呢，会慢慢的越来越平缓，甚至之后会变成负的哦。一开始为什么会从比较平坦变得比较陡呢？哦，你可以去想象说，有些情况上哦，一开始劳动投入只有一个两个人的时候呢，哦，可能生产力不怎么好。那后来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之后，开始大家分工合作，分工合作的时候，开始有分工合作的效益开始提升。哦，等一下我们会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这个事情。哦，可是你要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哦，一般性的架构，其实你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劳工投入跟产出之间的关系是长这样。有可能你前面没有分工合作的阶段，一开始就是哇，直接这样下来。哦，有可能你后面这个边际生产力开始递减这个阶段延后到非常非常后面。可是呢，我们说这个边际生产力递减叫做边际生产力递减率，它后面有率这个字，哦，表示说这个经济学家发现这个边际生产力其实称是边际生产力递减这件事情是普遍都存在、都看得到的，哦，都看得到的。好，所以我们在这边有看到，哦，这张图我们长这个样子。那在这一点呢？切线的斜率，我们说切线的斜率呢是 MP 边际生产力，那在 J 点上呢 ，C 点上呢，边际生产力等于零，代表总生产力不再成长。这时候你多投入劳工数是没有用的，多投入劳工投入是没有用，生产力搞不好不升反降哦。然后我们这边也提到这个 A 点是边际生产力哦最好的这个点，也就是说这个斜率呢是最陡的时候哦，最陡的时候。那我们刚刚还有谈到一个概念哦，哦，这个概念是什么？平均生产力，对不对啊？平均生产力在图形上怎么来看？如果这个是一个生产函数的形状，哦，生产函数的样子，哦，劳动投入跟产出之间的关系，哦，随便找一点，比如像这个 B 点 ，B 点跟原点画一条直线，那这个直线呢叫做 OB 线 ，OB 线的斜率是什么？纵轴是产出，横轴是劳工数，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到它的斜率是产出除以劳工数，那产出除以劳工数是什么？哦，我们再很快的回去看一下刚刚的公式，产出除以劳工数，这个叫做什么？平均生产力。哦，所以我在这边呢跟大家谈到这个 OB 线的斜率呢是产出除以劳工数，刚好就是什么？刚好就是平均生产力。哦，刚好就是平均生产力。哦，所以呢再复习一下这个。TP 这个函数呢，切线的斜率是边际生产力，所以一开始平缓，后来陡，到这边变成零了哦。边际生产力哦，一开始平缓，后来陡，后来开始递减哦，到这边变成零下去哦。边际生产力的图形，然后呢，随便画一点，在这个 TP 上面随便画一点，比如像画这点 B 跟原点画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呢 ，OB 线的斜率刚好就是边际生产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边际生产力是不是也是一开始平缓。慢慢的变到最陡，最陡之后在这里，对不对？然后后来呢，再变得平缓，所以它的边际生产力的这个图形刚好也长这个样子，哦，刚好也长这个样子。那有个有趣的点是，边际生产力呢，哦，边际生产力呢，红色的这个图形呢，边际生产力呢，跟这个平均生产力呢，黄色的、橘色的，哦，应该是橘黄色啦 ，anyway， 橘黄色的这两个函数的交点 B 点呢，刚好是平均生产力的最高点。你从这个图形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吧 ？OB 这条线哦 ，BJ 点跟原点切出来这个线斜率刚好是等于平均生产力的，刚好等于平均生产力，对不对？这条线的斜率刚好等于平均生产力啊，这个线呢是不是刚好也是J 点 B 点上的切线斜率一样的嘛，对不对？啊，这一条线是什么？这条线是平均生产力最陡的时候啊，本来是比较平缓的，对不对？最陡啊，再回来又变平缓了，所以这点是这个什么 OB 线。哦，平均生产力最大的这个点哦，这个斜率最大的时候，那刚好这一点上的切线呢，也是 MP 哦，也是 MP，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这个一个规律 ，AP 平均生产力哦的函数跟 MP 哦边际生产力的这个函数的交点，刚好是平均生产力的最高点。好，我们接下来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讨论刚刚我说的为什么边际生产力会有这个递减的现象啊，这个其实非常的直观，而且这个东西呢，哦，也是个普遍存在的事情哦。我们用这个农夫生产稻米的例子来算，然后台湾稻米生产呢，哦，大概我们说台湾大概有时候两期，有些地方可能有三期吧 ，anyway， 大概是两期，然后两期稻作每期大概四个月120日。
然后目前的资料呢说，这个每公顷大概生产4到6公吨，然后生产4到6公吨。好，那我们想象今天这边有一块农地，有一块农地啊，属于某个农夫的，属于某个农夫的。然后我们列出想象中它可能的生产函数长什么样子，你可以想象大概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式。这个关系式这个数字当然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这边也没有仔细去说，这个土地有多大，还有多少机器设备。不过我只是很简单的说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式，是指说它的这个变动关系。等一下你看它就知道了。我说譬如像想象一块农地那今天有一个农夫，如果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呢，他的总生产力呢是产出每期稻作产出15公吨产出15公吨。那我们说呢，这个平均生产力是什么？平均每劳动力嘛，我们现在每劳动力呢投入用劳工用那个人数来算，人数来算，所以平均每个人生产力是15公吨。那边际生产力呢，增加这一个人嘛，从0变到1，产出增加15，所以就是15。变成两个人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两个人的时候他们可能有分工合作的效果，所以产出呢本来从15现在变成35了你看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所有事情全部都要自己包所以增加15。两个人的时候呢，有分工合作了可能有人在某些地方比较厉害啊，本来这个人在另外地方比较厉害，所以呢产出就增加，分工合作效15变到35。那这时候平均生产力呢，35除以2嘛，平均每人的生产力是 17.5 公吨啊。那边际生产力呢，多增加这个人，产出增加20多增加这个人，产出增加20，所以这个就是边际生产力。到第三个人呢第三个人呢，你看他从35变到5035变到50，那变成50的话，平均生产力是多少？50除以3，那就是多少？变成 16.7。 多增加第三个人的时候呢，产出呢从20从35变到50，所以边际生产力就是说增加的这一个人，第三个人产出增加量从35变到50，所以边际生产力是15。那我们再看看这个表，第四个人的时候产出从50变到60，所以平均生产力是60除以4是15，边际生产力呢增加这一个人，产出增加10。到第五个人的时候呢，产出从60变到65，所以平均生产力呢是65除以5是13，边际生产力也增加这一个人，产出只增加5。我在这里面呢，我设计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说当你从第二个人增加到第三个人以后呢，你就看到这个边际生产力递减。那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有点道理。为什么？你想想看，一块土地上面它的产出其实是有限的。你今天如果只有一个农夫在里面的时候 ，OK， 一个农夫要雇一块地很麻烦。两个农夫、三个农夫的时候，可能大家分工合作可以来弄。可是呢，你可以想象说，当我这块地增加到第四个人，增加到第五个人，增加到第六个人、第七个人、第八个人，或增加到第十个人的时候，他的这个土地的产出会有个上限，会有个上限。你不可能说我增加100个人的时候，哇，这个产出就变成本来一个人的100倍，没有这回事嘛。它产出会有上限啊，它很有可能你增加到放100个人在里面的时候，跟放10个人在里面的时候产出是一样，多增加的11个、12、13、14、15、16，一直到100，这都是无效的。而且甚至不只是无效，可能会因为这块地人太多，每人走来走去踩来踩去，把那个你的秧苗都踩死了把你的秧苗都踩死了，所以搞不好到了第20个人、第30个人的时候，那个边际生产力是变成负的，因为人太多会把那个东西踩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块地的产出是有限的，你增加到后面的时候呢，每增加一个人呢，对这个产出的边际贡献会慢慢越来越消退啦。另外一个例子可能大家更熟悉大家在大学的时候呢大家在大学里面呢一定常常有所谓的这个团体报告这件事情团体报告这件事情，那你想想你回想你做团体报告这个例子，你就可以充分的体会什么叫边际生产力递减嘛。什么叫做团体报告？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 project， 对不对？有些时候这个 project 是这样，老师叫你们在一个月内完成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一个月内可能没有办法完成，你可能要做两个月那两个人在一起做的时候呢maybe 你勉强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可是三个人、四个人的时候，可能大家开始分工合作，你就会发现说这个 project 呢搞不好开始快速的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因为大家分工合作的关系。可是在做团体报告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个经验，当人数变到很多的时候，第七个人、第八个人的时候，总是有人在摆烂嘛。每次总是会有人在摆烂就是会有人看起来很像很忙，可是从来都没有任何的贡献。
那增加到第十跟第十一个人的时候，一定都会碰到这个情况，有些比较奇怪的人哦，平常的时候都不帮忙，可是意见一大堆哦，本来一起五个人一起在做事情哦，一个礼拜哦就可以完成事情，因为加了这个人以后呢，哇，变成 1.5 个礼拜，或甚至变成两个礼拜，因为他这边唧唧歪歪的意见很多哦。你一定有这个经验嘛？可是我要跟你说，这个不是他的错啦，这个叫做边际生产力递减，然后这个叫边际生产力递减，然后这个是自然现象，在很多地方你都会看得到，甚至是说这个边际生产力递减呢，可以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东西呢，我们到下一讲会再仔细来讲。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